买冰锤这次要吃超过条。走，超过条是可以走。我终于来到极乐寺啦！说现在还好，很早，都还没有开灯，可以看看。给了两块钱就拿了这个开运红包。佛像的后面还有一个雕刻，都有些人有可能没有看过这个雕刻，它其实是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走，看一下。就是刚刚好在这个佛像的后面，在佛像后面是非常多这个佛像，可以看到非常多佛像。这全部后面全部都是佛像的碗，所以就是刚刚拍的那个心经在上面。83啊，啊，来回了。OK， 谢谢。OK， 好。它有消毒哦。这里全部都要收钱的，坐电梯要收钱，进来也要收钱啊。这里是，哇，原来这里是五方佛殿，这里是五方佛殿，所以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啦。这里超美的，你可以看到。是给人家敲钟了，都是在这个白色塔的下面，就是敲钟啦。都现在我要去那边敲钟，原来这个叫有求必应哦。
所以要敲钟之前就是见球了就会响了。敲钟之前要许愿啊，希望我的流量会上上上。现在来吃晚餐啦，吃冰城冰华乐乐。冰华乐乐，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蛋糕，空啦，地空啦，机器啦，机器啦，机长啦，地板快递。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，就是好。看看一下。这个就是藕煎，藕煎。很多东西吃。这个就是冰城炒果条。冰城来冰城一定是要吃炒粿条，不够甜。这个就是烧饼，哎，好吃哦，这个，哎，感觉有点。好焦哦，来，它这个龙龙是超便宜，才100多块，吃了非常多东西，值得来，值得来。加油！走开，走开！啊！别开。